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嘉禾。嘉禾是加拿大的注册慈善组织，是安省唯一一个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回 office 喎。各位青年交往的朋友，多謝曬你哋咧，會係六月十八號星期六早上喺 Richmond Hill 嘅 Sejong Trail 嗰度出現咧，就幫手我哋一年一度嘅植樹嘅籌款活動啦。咁今年呢個活動咧喺 Richmond Hill 舉行啦。而家我哋呢個 video 咧就係介紹下嗰個 trail 當日會發生啲咩事嘅。咁一直行入去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好靚嘅喎。有一邊咧有狗嘅公園啦，另外有一邊咧亦都係一個湖嚟啦，可以見到好靜啦，有啲加拿大鵝，有陣時有天鵝啊咁樣嘅。咁呢個 site 裏邊亦都有一個特色咧，就係比較有啲少見啲嘅品種嘅雀鳥嘅，例如 red cardinal 啦。咁過咗呢個湖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一條橋，嗰條橋咧就係一個幾好行都靚嘅地方，但係咧就唔會去通到我哋種樹嘅地方嘅。但是條橋在右手邊的話，我們是應該向左手邊走，那個呢就是會到達我們種樹的 site。 那你去到的時候呢，會留意到有些本身已經種了的植物呢，有好像畫面上面見到有那道黃膠膠索啦，還有一個鐵牌，有一個 number 的，其實這些就是保育工程的其中一部分啦。那它是之前一年或者之前兩年種過的呢，它們就放一個 tag 下去，那我們每年呢就會回來度翻佢哋啊，長高成點啊，長闊成點啊，會唔會俾害蟲食咗啊？又或者嗰個泥嗰度有冇嚟啊，令到佢係生病啊咁樣？咁我哋只要跟住佢喺個地面上面擺放嘅位種就得㗎啦。咁樣點樣種咧？個鏟啊 ，mulch 啊，即係佢嗰啲滋養嘅泥啊，同埋 mulch pad 啊，即係上面嗰個防水嗰塊框框啊，同埋 rodent guard， 即係你見到白色嗰個膠啦，去箍住嗰、那個、那個樹幹嗰度咧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嘅環保 partner TRCA 會提供嘅。咁其實加拿大本身都有啲 invasive species 係樹嚟嘅。咁喺呢一個片你就會見到啦，我哋種樹嘅地方咧，其實係有一隻叫做 buckthorn 嘅樹係。咁你會見到佢好特別嘅咧，就係有佢兩個冧中間咧會有一條刺就出嚟嘅，好明顯嘅。咁呢個就係侵害性樹啦。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咧，嘉禾已經兩三年咧就係冇用過植樹嚟籌款啦。希望今次咧可以見到多啲朋友，同埋得到多啲捐款。因為咧，如果你認同嘉禾過去呢兩三年裏邊對華人社區啊，或者將會入嚟安省嘅華人社群嘅貢獻嘅話咧，都希望你慷慨解囊啦。多謝曬大家嘅支持，好耐冇見過大家啦。希望六月十八號 Richmond Hill 朝頭早 Sejong Trail 見啦，拜拜。